今日的朝霞呀，现在是5:20，我们在应该是亚利桑那，从新墨西哥过来到这边。广袤的田野呀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，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就洗脸出发，准备出发，看看早上的光线非常棒的。这边是40号往西，就是往洛杉矶的方向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亚东在美国亚利桑那给您带来的报道，再见，拜拜。